看到公园有几个人在种树，哎，倒还是很有意思。关键还是这把弧形的折船子。哎，这次弄得有点久，大概还是想把它种垂直。看起来这种种树的方法还是很快、很有效率。问了下他们，说是都可以活，也没有看他们施肥，也没有看他们灌水，但是确实是长知识，长知识，长知识。